全新书为何不平等，战友们，照片签字，用笔。2020年8月31日，中国第七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开始组建。在这场3000多人的动员大会中，最后只能选取700多人参与维和行动。他们要经历层层考核，才能成为真正的蓝盔战士。维护世界和平，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些斗志昂扬的战士们，此刻他们也许还无法真切地体会到，作为一名蓝盔战士将要担负何等的使命，面临怎样的危险。位于东非内陆的南苏丹共和国，约有1200万人口。2011年才宣布独立，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从独立伊始，战争和冲突的阴云就始终在这片土地之上徘徊不散。规模不等的部落冲突频发，武力成为了解决部族间矛盾的常见手段。为此，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参与南苏丹维和工作。南苏丹任务区也被联合国评估为世界上最危险、最艰苦的维和任务区之一。中国派遣的维和部队主要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执行维和任务。除了在难民营从事难民保护工作外，部队还肩负着任务区警戒巡逻、防卫防护、隔离冲突、恢复秩序、解救撤离等诸多任务。繁琐复杂的任务之外，还隐藏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枪炮及其榴弹的威胁。维和步兵营主要由步兵、侦察兵、炮兵、工兵、通信、驾驶等多专业混编，其中步兵的任务最为艰巨，也最为危险。我们维和步兵呢，就是要去保护别人，所以说它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是在最前线。2016年3月19日，中国维和步兵营所负责的1号难民营内发生骚乱，起因是两个不同部族之间的小朋友玩游戏出现了争执，进而导致双方部族之间发生械斗，最终引发了难民营里几千人的冲突，现场极为混乱。两队人马用石头相互投掷，我稍微已经接了很多石头，完毕。我们在里面执勤的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兵只有几百个人，他力量相对就非常的少，非常危险。两边人马都在交战。后来我们采取的策略还是比较正确的，我们把一些节点卡住，成功的把双方驱离开来，这样隔离起来，最后半天时间我们就处置了，整个骚乱就平息了。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更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维和行动中危险无处不在，所以对于维和关注保障好自身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单兵的防护装备，有防护型头盔、防弹背心，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防护的装备。维和官兵所佩戴的蓝色凯夫拉头盔代表着和平与希望，加上中间的联合国徽记和两侧的 UN 字样，可以说是维和部队最显著的标志了。凯夫拉是一种纤维材料，其层压薄板的韧性是钢的三倍，具有阻挡子弹的特性。子弹在冲击凯夫拉时，凯夫拉表面就会发生变形或不大于2.5厘米深的凹陷，从而起到防弹的目的。相较以往，此次第七批赴南苏丹的维和步兵营所配备的凯夫拉头盔质量更轻，防护效果和舒适度也有了明显改进。在头盔内部有缓震棉，在头盔后侧有可调节式旋钮，可以方便快捷的调节我们的松紧度，有利于我们在任务区执行高强度的警戒、巡逻等任务。前半队下来。凯夫拉头盔可以有效保护战士们的头部安全，不过面对全方位的危险也要有全方位的防护，全防护式防弹背心也是维和官兵们必不可少的装备。全护式防弹衣不仅实用耐用，而且穿戴方便，每件防弹衣都有两块陶瓷钢板，重达5公斤，可有效对胸部、颈部、肩部、背部等重点部位进行有效防护，有效防止步枪弹、手枪弹以及榴弹弹片的杀伤，更好地保护我们维和官兵在任务区执行任务时的安全。在维和行动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这便意味着我国维和步兵营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不仅需要有优良的性能、较强的作战能力，更需要携带方便、操作便捷，以此达到及时有效的自我防卫。维和步兵配备的单兵的武器装备主要有 QBZ95 一式自动步枪、92式5.8毫米手枪、QBU88式狙击步枪。我们配备的比较重型的武器装备，其中有92轮式步战车，还有猛式突击车。这两种车辆呢，都配备一定的装甲，具备较强的防护能力，特别是对轻武器具有较好的防护能力。这种轻重火器搭配比较合理，具有比较强大的这种火力，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武力的震慑的能力。QBZ95 一式自动步枪是维和步兵的基本装备，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款突击步枪，属于5.8毫米枪族。该步枪长746毫米，枪管长度463毫米，口径为5.8毫米，弹匣容量30发，为无托式结构，稳定性好，精确度高，枪身较短，平衡性优良，携带方便，可全天候作战。95式自动步枪是我们每名官兵必备的武器，然后行军过程中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武器，而且它射程也是比较远的，它精准射击比较高，距离比较远的时间我们会使用步枪，
因为步枪射击主要距离是300到500米。95式步枪比较适合维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远距离观察、警戒、迅速出击使用，而在近距离作战的情况下，92式手枪是最佳选择。手枪呢是一种近距离的自卫型武器，在维和官兵中，特别是维和的指挥员中，手枪是每个指挥员必备的武器。手枪体积比较小，便于携带，在处置突发情况的时候也便于拔枪射击。92式5.8毫米手枪，全枪长188毫米，枪管长115毫米，全枪质量760克，弹匣容量20发，满装20发子弹时，全枪质量880克。92式手枪射击狙枪姿势，我们一般采取三角式狙枪姿势，握枪采取抱握式握枪，出枪。三角狙枪姿势有几个特点：一、出枪快；二、发现多个目标时捕捉目标快；三、射击精度高。史亚伯班长入伍已经9年了，现在是中国第7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保障连的一名狙击手。因为狙击手嘛，包括在任何的大片里边，包括在电影里边看出来的，就是相当于那种在战场上属于那种无影无踪那种，我感觉比较酷一些。因为在战场上，快、准、稳是决胜要素，狙击步枪可以说是把这三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狙击手，一个隐形但致命的存在，主要猎杀敌方重要目标，往往可以以最小的成本使敌军付出最大的代价。一名合格的狙击手可以做到指定狙杀、随队观察警戒及武力支援等。对于史亚伯来说，在众多款狙击步枪中，他最擅长的是88式狙击步枪。QBU 88式狙击步枪，简称88式狙击步枪。88式狙击步枪口径为5.8毫米，弹药为5.8毫米重弹，为无托射击，全重4.1千克，全长920毫米。枪管长620毫米，弹匣容量10发，有效射程800米，易携带，精度高，而且对环境要求低。88式狙击步枪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狙击步枪，也是世界上首款列装的小口径狙击步枪，用途广泛，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88狙它配的瞄准镜是9倍的，它有个倍率，基本上就是在800米之内，你能很清晰的看清你前方它的一举一动，这对我们的观察敌人目标它的一走一动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就相当于是咱们人的第二只眼睛。除了瞄准镜之外，要做到精准狙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扳机的超强控制能力。如果你在击发这一刹那过猛扣扳机的话，它弹道会明显的往下坠，因为猛扣人就会往下，偏差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在击发的时候一定要是求稳，稳中求快。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要想做到弹无虚发，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能力，更要具备超出常人的专注力，而这份专注力便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磨砺。如果在注意力放在你的警框对于目标的时候，你是能听见你耳边一丝一动的，尤其是在稳住要击发那刹那时候，你都能听到你的心跳扑通扑通，能听得很清楚。
对于狙击手而言，容不得半点失误，只有一发命中，没有二次机会。扳机扣动的一瞬间，瞄准镜里的世界就只有生或死。狙击手啊，一般他不会在同一个地点开第二次枪，开第一次枪的话，他已经是暴露你的位置，他要在第一时间内转移他的备用他的隐蔽点，在一个狙击点他只有一次机会。在维和行动中，狙击手作战随班排行动，起到观察警戒的作用，并可以利用瞄准镜观察前方战场情况，充当战友的眼睛，保护战友的生命安全，并在关键时刻完成非致命射击任务。自1990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严格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维和部队所配备的武器装备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自我防卫。即便是遇到武装冲突，在枪械的使用过程中也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明白吧，明白，现在部署。这段视频素材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维和过程中遇到武装冲突时的情景。维和战士要先对武装分子进行喊话劝离。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展示我们这些装备、武器装填、拉枪机、送子弹上膛，对敌人实施威慑，就是告诉你，如果说你要再往前动一步，我就要开枪了。除非官兵生命遇到威胁，而且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来进行解决的情况下，再进行开枪。而且通常开枪，我们原则上是先对天，再对地，而后打腿，再打身，主体上不是以击毙为主。维和我们是抱着为了世界的和平而去执行任务的，我感觉如果以维和狙击手的岗位，应该是一个维和卫士，我们是以维和的身份去捍卫其他国家的安全。要到了国外以后，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家，啊，面对一个陌生的城市，劈柴喂马周游世界。但是呢，我们在追求普通人乐趣的同时，如果祖国和任务需要，我们会把祖国和任务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到了那个地方，能需要咱们自己的时候，肯定会走到最前线。因为我是个军人，更何况我是
中国的军人。中国军人是有信念的，我们的信念就是为履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为报效国家，为精忠报国，我们不惜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用我们军人的身体挡住世界的黑暗，将光明留给他们。我们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将头顶蓝盔为国出征，无论生死捍卫和平，高标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